3:30敲醒我的不是闹钟，爱你的 right， 开往我心中的目的 ，You be alright， 轻轻的想要靠近，我打开 line， 发现一堆没用的讯息，没了讯息的提醒，我脑袋暂时先关机，我打开所有的门，思绪从未阻断，不希望坐在这边持续选择任人使唤 ，Yeah，I'm so sad。想要进入这迷幻基地，带我穿梭我的梦境，欣赏沿途上的风景、想要进入这迷幻基地，带我穿梭我的梦境，欣赏沿途上的风景、9:30怎么都还没睡，看着时间倒着流，真的是让人醉。我没有办法，真希望自己倒下了，灵魂游荡。